本将军就喜欢爱打爱闹的女人，只要你喜欢，来打呀，打呀，打呀，打呀！ 你不挣扎了啊？反正也挣扎不了啊。这就对了。哎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 帅孟雄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！好娘子，我一心一意要和你做夫妻，你为什么如此狠心，如此狠心杀我？痴人说梦！谁真心真意要跟你做夫妻了？我告诉你，这针上面有7种毒液，每一种都可以让你丧命。你留在这儿慢慢享受，我先告辞了。站住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是不是为了一个姓金的小子？没错，他正拉着那个假新娘子的手，而那个假新娘子会要他的命。他和他的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，我为什么没中毒？没想到吧？嗯，这件金丝宝甲是你哥哥送给我的贺礼，现在刚好派上了用场。 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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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红衣已经在洞房里昏睡，乖乖的等着他的新郎哥呢。 该成亲了！你是不是给他下药了？他会感谢我的。你这个无耻的白毛老妖怪！你抓不到我！ 或许有用，谢谢大哥。快走！快！你们两个赶快把壶包住，我去找小姐。好，知道了。
小子，不错，就是你小爷我。红衣，红衣，小姐，知道你会来捣乱。小姐，给你设了一个圈套，小姐，不料还是让你跑出来了。红衣，小姐，红衣，小姐，你可醒醒啊！小姐，红衣，红衣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骗你的。好了好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，都是我的错。 听见没有？听见这炮声没有？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你们自己前来送死。哼，太可笑了！死到临头你还不知道？我先提醒你一下，你是不是想我们义军从东门进来，扑进你的包围圈？难道不是吗？嘿嘿，东门里面可是你们的葬身之地！哼，这就是你和欧阳坚老狐狸设计的圈套。 实话告诉你，是我们故意让欧阳坚引你上当的，欧阳坚就是引你上当的诱饵，而你呢？死到临头还被蒙在鼓里呢。这不可能，我已经在东门外看到你们的伏兵了。不可能，这炮声你也听到了，就是为你送终的。叛军就要来了，马上打开城门，等叛军来送死。是。<笑>我建功立业的时候就要到了，打开城门。 不好了，他们从另一边攻。